就《經濟日報》的投資熱話組簡選的原因就是說，港股近期的投資氣氛不錯，資金買入部署蔓延去到新經濟股。新經濟股之中，受惠手機需求向好，手機相關股是可以提高一線的，股份是關注小米。就話小米首季業績係顯著超越市場預期，期內購收入咧係769億人民幣，按年增加咗54%。經調整之後，淨利潤係61億，增加1.6倍嘅。公司智能手機產品組合同埋渠道能力係全面提升啦。首季嘅手機出貨量4940萬部，毛利率12.9%，都係創咗歷史新高嘅。如果係策略上面啦，有貨者可以繼續持。